21岁的 YouTuber 美丽旺娜，在频道有逾80万人追踪，但她却被网友狂酸赴美坐机，被干爹包养。她日前自拍影片澄清，说到激动处忍不住哽咽落泪。她并公开这些酸民的讯息回呛，不能只有我被恶心到。美丽旺娜在 IG 透露，近来频频收到网友酸，在美国坐机赚钱很快乐吧，今天又去当妓女了吗等夸张讯息，因此拍摄传闻我在美国坐机被干爹包养，为提向大家澄清。美丽旺娜难过地说，大家可能对我印象不是很好，所以以为我靠身体才能出国，这是大家对我的一些误会。她强调出国花费都是自己出的。她并霸气战酸民，都什么年代，还有什么女生出国就是靠别人靠男人，我有底气我靠自己就行。他强调这趟旅行是靠自己工作这6年存的钱，我都是靠自己，我不是富二代。